中国电影报道由贵州百灵企业集团特约播映。今日头条建党伟业预告片震撼曝光，群星奉献，精彩演绎。怎么叫鬼迷心窍？非要登车？中华帝国，大皇帝万岁！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很高兴和各位相聚在中国电影报道，我是李密。昨天，史诗巨制《建党伟业》的导演黄建新携冯远征、李晨和李沁等主创一同现身官网启动仪式，而备受瞩目的最新款预告片花也随之浮出水面。短短90秒，上百位明星的精彩演绎，立刻将我和所有在场媒体带入那个风云际会、激情燃烧的年代。欢迎各位来参加电影《建党伟业》的终极预告片的发布及官网启动仪式。昨天，导演黄建新携冯远征、李晨和李沁一起亮相。不过，当晚的主角不是他们，而是这款即将曝光的最新预告片。四运动时期涌现出一大批爱国青年，扮演张国焘的李晨在拍摄组织学生运动的戏份时就差点喊破嗓子，因为大家都要演那个演讲，还要带着学生去这个、对，到那种感觉就是那种撕心裂肺的那种呐喊、然后到晚上吃饭的时候，所有人说话都啊什么所有人都是这样。对，和李晨相比，扮演陈独秀的冯远征就更惨了，基本上是很声嘶力竭的去吼出来的这些台词，所以呢，就是说你在这个激情下吧，就是大家也都很专注的在看，那这个时候导演可能说停了，然后在那停啊、但是我的声音可能很大，所以就我自己听见，那我还在说，结果导演忽然就钻起来了。刘烨饰演的毛泽东和李沁饰演的杨开慧则主打浪漫派，拍的也特别文艺，传说像韩剧一样浪漫。毛泽东就给他喝酒，他不喝，结果喝得呛得够呛，然后这时候外头放花了，他小孩嘛，站起来就往外跑，毛泽东就出来跟他一块跑，然后他就把我扛在肩上了，然后那个时候杨开慧会有一种情感的流露，他会看着这个哥哥，然后含情脉脉这样子，然后一起欣赏着这个烟花。在短短1分半的片花中，气势磅礴，众星云集。而周润发扮演的袁世凯，尽管只有短短两处，但沧桑中带有霸气的他，无疑是预告片中的一大亮点。怎么叫鬼迷心窍？非要登车？中华帝国，大皇帝万岁！清王朝最后一个的内阁总理，他是清王朝内阁总理，是有心计、有政治抱负、有霸气，又是有所有的北洋的很多的重要的将领都是他的学生，就他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一个阶段的历史。看到这儿，电视机前的您是不是对这部集结百位明星的史诗巨制更感兴趣了呢？相信在6月影视磅礴建映的《建党伟业》，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。